今天最后两场的比赛由合作金库队对南鹰队争夺亚军，和空军虎峰对陆光。由于虎峰队曾经以 7-5胜了合作金库，所以稳坐本届的冠军。而今天合库对南鹰之战只争2-4名，第一局双方挂零，二局下半合库以2支安打得到1分，到第5局合作金库又以1支安打和对方2次的失误又连得2分，以3-0奠定了胜利的基础。